宝贝园第二季开播咯，一起来看小朋友们唱唱跳跳秀才艺，透过节目互动小游戏 Q 哈了学课语，还有回收没有用的小东西 DIY 变成有趣的小童玩。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，晚上8点到9点，敬请锁定南桃园有线电视第7台新闻频道哦。本节目由客家委员会补助，妙思科娱乐事业有限公司制作。